薛凯琪和刘心悠应运动品牌邀请，为经济女装服饰担任广告代言人。为配合主题 Girl Trip， 他们也分享了与好姐妹之间的趣事。比起刘心悠回忆参加好友婚礼时一群八婆斗嘴的难忘经历，薛凯琪的开心事可就刺激得多。然后有一个晚上，就是约了一群就是姐妹，就是我们从晚上十一点多开始起吗？哇，起到凌晨6点，起了就是整个香港岛。哇哦，有一些是上山的，那有一些厉害的女生，她就会就是能就是正式起上去，但有某一些上山的，我是用就是推的，但是也是就是起到早上，然后去吃早餐，整个香港岛，那。吃早餐的时候还碰见陈奕迅了，这样都能偶遇伊森，看来新闻一出就有粉丝凭着你的骑车路线守株待兔了。2013年已经过去大半，但对于菲奥娜和刘心悠来说，繁忙还在接踵而至。因为我跟我公司都想要，就是今年是音乐为主，那所以电影会少接，但接的都是应该是就是比较挑。那我们现在在谈2套电影，在年底。对，年底我可能会接一个古装剧，是打的，我没接过古装剧打的，所以可能要8月的时候再准备，就是上一些可能基本的剑术课，对，那个需要准备体力，所以8月对我来说是体能月。看来两位女神的年底都不轻松，不过工作多正说明人红嘛，粉丝们又可以翘首以盼了。